有人说他们太老了，我想说他们已不再变老。乔杉这个名字对世界各地的华人都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只要提起他便能找到一见如故的理由。无论走多远都可以回来寻找精神的根系，华夏始祖黄帝长眠于此，是他教会我们播种白骨，制造舟车，缝制衣冠。从他我们走过一个个四季，五千余年从未走散。传说虽然久远，但皇帝的身影却依然可以从一棵树中浮现。这棵被专家称为世界柏树之父的皇帝手指柏，五千余岁高龄依旧挺拔，这就是父亲的形象吧。只要还能站立，便努力伸展他的臂膀，遮阳挡雨，沉默而执拗。皇帝手指柏，相传为轩辕皇帝亲手所植，距今约十年前的秋天，一颗小小的种子悄悄落入父亲身旁的泥土。如今十岁的他还没有同龄的孩子高，但总有一天他会长成父亲的模样，就像我们也曾急于离开父亲的怀抱，却总会在灯火阑珊的某个时刻发现父亲的基因早就深深刻写在我们的生命里。相传当年乔杉因乱砍乱伐导致山林光秃，山洪肆虐，皇帝便带领大家广植柏树，重建家园。皇帝种下一个根源，后人便循着这足迹，世代遗忘。几千年几乎不间断的种树，让这里汇成一片古柏的海洋。在距离皇帝手指柏70多公里的地方，还有一棵同样五千岁高龄的柏树。传说这是皇帝的部下仓颉亲手种下。仓颉曾受命于皇帝，仿照鸟兽的痕迹创设了文字。于是，我们过往的一切得以被书写，被接续，直至今日。也许因为感受到这个传说所蕴含的特殊的力量，仓颉的树长成了一幅写意的书法。柏树无论是高寒山地还是暖湿平原都能生长自如，古柏生长的地方大多连接着我们久远的记忆，保护他们就如同珍惜自己的过往。如果五千年代表着温暖和家园，代表着父亲和来处，那么不安的心灵就能获得一份笃定。所以这一切不是传说，而是一个预言。